Vivian 许若瑄出版新书《我的岛头哉人生》，分享出道26年来的心路历程，把人生从家庭、出道、事业、婚姻到为人母的心情点滴，一次写进书里。在新书发表记者会当天，又帅又可爱的儿子小 V 宝 Dalton 也首度在媒体面前亮相。欢迎 Dalton， 要献花给妈妈。好，现在看到 Vivian 马上变成一个妈妈的样子哦，在那里逗孩子。太可爱了！我今天特别选了一件如果腋下流汗不会变色的衣服，因为每次只要小孩在啊，你知道手忙脚乱，就会流汗。对啊，他都真是一个很爱笑的孩子。因为我自己在卧床的时候很注重胎教，虽然很辛苦，我都要告诉，一直提醒自己要开心。我怕会如果太悲伤，会影响他以后出来的个性会太黑暗，所以现在。我觉得胎教是有用的。为母则强的 Vivian 有了小 V 宝后，整个人散发的竟是满满母爱。喜欢小孩子的她也透露了想再生第二胎的想法。而新书发行后，登上各大销售排行榜冠军，成了畅销作家。不免让人期待 Vivian 除了家庭生活外，接下来的演艺工作还会带来什么新的火花？粉丝们就敬请期待喽！完全娱乐综合报道。